可以讲说一比二，比二。一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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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二。看就是这样，五十比的那一笔，十就是这个。你看，这有一个十，这也是，这个也是，这个也是。最后一笔在这边，看着，木加上一笔画，这个木写错了，这个竹写错了吧？你看这个木是要这样连起来。然后这样，我们去试试看吧。看了，木是这个，这个比较像木。我能否做到？我是神仙。对，加上一点木。不笑，木还有两个，但是就直接住。然后我看到了，我全部按，那这样我就会，就是知道的人，赶快，等一下，马上当机了。